孝经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华孝道统，以孝为本。古圣先王之至德要道者也，行之可敦人伦，纯风俗，顺天下，和万民。至德之政，以民为重，化育万民，以孝为先。台北地藏净宗学会孝廉讲堂筹划近一年的2015台湾清明万姓先祖祭祀大典及护士席瞻万人念佛法会，于4月22到24号甲台湾台北南港展览馆庄严隆重举行祭祀大典，现场吸引国内外华人近万人一同观礼，共同祭祀伏羲炎黄之后迄今中华民族共23800个姓氏祖先，弘扬孝亲敦伦之大道，缅怀祖宗之厚德，慎终追远，明德归后。4月22号当天，祭祀大典在钟鼓齐鸣声中开启序幕，现场近万名民众在上敬下空老和尚、上果下清和尚，各宗教界、政治界、教育界、企业界等代表一同观礼下，主祭官、陪祭官及各执事依照古礼仪轨，面向中华民族共23800个姓氏祖先牌位，庄严慎重，礼敬先祖。古人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是故自古以来，祭祀祖先就是孝道教育的重要活动，它的根本意义在于教人返本报始，知恩报恩，也期望这次活动能带动社会恢复敬事祖先传统，弘扬孝亲敦伦大道，缅怀祖宗厚德，启发民众本善，进而促进世界和谐。清明，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典礼开始。古出
见礼观就问。相对
班。
上香。一九尊说
献佛，献佛。自以为清明时节，娑婆世界一世天下，南瞻部洲人道子孙众等齐聚台湾，备诸真修净洁坛场，端肃身心，恭敬致祭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及世界各族万姓先祖，叩沉敬禀曰：唯吾先祖降生兰州，洪荒草创，褴褛筚路，艰辛备尝，蜿蜒子嗣，崇敬自然，隐喻万物，积累教训，建成文明，去污存精，流传千古，五伦四道出自天性，谨守遵行，亲族和睦，五常四德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移风易俗，四维四纲持果之方，八德四福邦国永固，前进至济福为上祥。全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一鞠躬。再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三鞠躬。诸位请坐。引福受座，请主祭官行引福受座礼。
贤，尹福炯，尹福炯，受福座，受福座，鞠躬，一鞠躬，再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三鞠躬。侧转，越奏弦和之曲。颂声，越奏弦和之曲。全体肃立，相对班，再鞠躬，再鞠躬，
说，乐奏弦和之曲。在祭祀大典结束后，上进下空老和尚特别为大众开示，阐述孝道的重要性，并期望台湾借由这次活动的开启抛砖引玉，也期待未来台湾每年能办三次这种规模的祭祖活动，希望将来这个活动是国家领导人来做主祭官，每一个族群代表来陪祭，做得更庄严、更肃穆，效果更大，将中华固有的孝道精神推广到全世界。
尊敬的诸位大德、诸位法师、诸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台北市这个地区举行清明祭祖大典，我在台湾第一次参加，非常欢喜。记得在早年我还没出家，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寺庙毁掉了，祠堂毁掉了，家谱被烧掉了，我们在台湾的同胞们对这桩事情非常重视，也非常痛心。家谱烧掉了，我们家庭历史断绝了，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一桩事情。我记得好像两个星期没有睡觉，这事情怎么办？最后想出来说百姓宗祠，一个大的破坏之后要有建设，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家族没有了，我们要共同的一个祠堂，所以我就想出百姓宗祠，提倡百姓宗祠，提倡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家人，我们一个共同的祠堂来祭祀祖先。这么多年慢慢的形成了，早年我移民到香港，在香港呢建立一个百姓宗祠，结果一查了中国的姓氏不止百姓，百家姓里面有400多个姓氏。现在有多少姓氏？大陆上袁教授他专门研究姓氏，他告诉我现在他能收集的已经超过30000，就万姓先祖纪念堂这第一个纪念堂虽然不大，但有这种形式，我们不忘本，在香港汉口街，尖沙咀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中华民族万姓纪念堂，提倡孝道，祭祖重不重要呢？重要。中国5000年来从来没有忘记祖宗，我们对于祖宗多怀念多尊重，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所以孝道从哪里开始？从祭祖开始，所以中国历代帝王，这国家，小的是家庭，没有不重视祭祖的，一年3次，清明祭祖，中元祭祖，7月半中元，冬至祭祖，一年3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把祖宗忘记。我们的祖宗
跟世界上每一个族群那个祖宗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的祖宗有智慧，有高度的智慧啊，有爱心，对于后世子孙照顾到无微不至，能不感恩吗？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有文字记载的4500年，我们相信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啊。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核心？我们总结了4个科目。第一个是五伦啊，父子有亲，五伦第一伦，根本的根本，这就是孝道，父慈子孝啊，这是核心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这是亲，这个血缘关系的亲情。除这个之外，跟血缘相等的价值观就是尊师，孝亲尊师是中国人的大根大本啊，在中国决定不止5000年啊。没有文字之前，我相信古印度，印度教，我跟他们有往来，他们的长老告诉我，印度教之前是婆罗门教，有13000年的历史。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化史啊，也至少啊也有13000年啊，也就是说1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已经教我们五伦、五常、八德啊。四维八德虽然是在春秋这个先秦时候完成的，但是我们相信行之久远了啊。五伦五常有10000多年历史，四维八德的精神早就有了，这是中国人啊。那么今天社会乱了，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大家都在想着怎样恢复安定和谐，化解动乱跟灾难啊。一般知识分子啊，我也遇到许多国家领导人，我们在一起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读过英国汤恩比博士啊、卢梭这一些大德们的著作，他们对中国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爱护那种感情超过我们中国人啊。晚年他是1975年过世的，那一年他85岁，80岁以后晚年3次访问日本啊，在日本做过这个学术的讨论，这个很多媒体都去访问他，那么这些东西都记载下来了啊。晚年他总结啊，真正是发菩提心的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一心专注在
如何化解战争，因为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明了原子弹，在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战争再激烈也不至于毁灭整个地球。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核武战争可以毁灭整个世界，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能够在几个小时当中毁灭得干净，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他就想怎样能够化解这个问题，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他看到中国夏商周，夏商周三代统一，文史政治没有统一，都是诸侯国，但是文化统一了，所以他就想到这个世界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就像夏商周一样，天子，夏商周用的是文化统一。文化从哪里开始呢？从文字开始，也就是五伦五常是人必须的，人人都要学习，这是教育的大根大本，那么文字学，中国的文字学是很特殊，跟全世界的文字他们用拼音，拼音是用语音来传递消息，这个弊病很多，语言常常会变，大概200年之后语文都变了，用这个语文记载的文字后人看不懂。那么中国文字特殊，它超越时空，汉字文言文，所以这两位英国的大师都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字，非常赞叹，认为一定要用中国的文字，把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推广到全世界，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文言，凡是要流传给后世的一定要用汉字文言文来书写，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假如假设了孔老夫子现在复活了，那么他在今天遇到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世，他说他遇到毛主席了，他们两个说话呢一定是不通，但是写文字就沟通了，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好处，几千年不会变化，意思能传达得很圆满，这个文字好世界上找不到，就如何能将汉字文言文普及到全世界，作为全世界共同使用的文字，语言保持的没问题，写成文字呢一定要用汉字文言文，就跟夏商周三代这个情形相仿佛，他极力提倡，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谈中国传统文化，根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人必须要遵守，那么跟宗教里面的伦理道德因果，这个圣人的教训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最近这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多宗教接触，我看读他们的经典大概80%都相同，
20%，那是有差异。那个差异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不一样，啊，文化传承不相同，啊，生活方式不一样，啊，那是无关紧要的，啊，重要的理念、道德、伦理完全相同，啊，所以我现在要求别的宗教，啊，都把他们的经典都很丰富，不是一般人能学得了的。啊，一个宗教已经很多了，十个宗教没法子学。希望他们每一个宗教编一个小册子，360，就是用360个小段，把他们宗教重要的理念教训呢，统统揭露出来。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啊，现在圣经360编好了。古兰经的360也变好了，啊，我看到了，非常欢喜。我希望在一年之内，每一个宗教都出版一个360，啊，我们共同的学习，天下宗教是一家，只有宗教回归教育，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才真正能化解社会冲突，啊，带给地球的安定和平，啊，应该政府希望每个国家施政要把教育摆在第一，啊，政治为什么？政治就是为教育，教育为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孝亲，教人尊师。只要有孝有敬，终身奉行，不把它丢失，世界可以和平，可以回归到盛世，啊，大唐盛世，诸位知道，那个盛世是局部的，中国这一个地区，下一个盛世是汤恩比说是中国人，21世纪。这个盛世，我的估计是1000年，是地球的盛世，啊，我们要团结整个地球，啊，不但要团结宗教，要团结族群，要团结政党，要团结国家，啊，我们先相信汤恩比的话，中国的人，中国文化可以做到。啊，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啊，他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啊，我们听到他的言论，看到他的作为，已经完全遵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啊，这是我们要尊重他，啊，我们要爱护他，我们要支持他，啊，相信呢，我们祭祖的活动，这今天这是第一次，啊，以后我在香港是1年3次，希望台湾每年也有3次，啊，清明、中元，啊，这个冬至，啊，希望将来这个活动是国家领导人来做主祭官。啊，每一个族群代表的推一个代表来陪祭，啊，做得更庄严、更肃穆，效果更大。啊，我们还可以邀请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的都来在观礼，啊，请他们来观礼来看，啊，看到体会中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精神。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讲到此地。啊，大家。这个听我讲经的时间很多啊，许许多多事情我都在讲经时候啊，随时都提出来，请求大家了指教啊，啊，祝福诸位身心安乐，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社会安定，国家
富强啊，我们啊，祝福，衷心祝福大家。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老和尚慈悲开示。
我的Oh,
弥陀佛。经过中午休息之后，紧接着就是连续三天的护世喜斋万人念佛法会。在上果下清和尚及上本下悟法师的引领下，现场万人齐声诵念阿弥陀佛，整个会场佛光普照，异象现瑞，与会念佛的菩萨无不被清净无染的氛围所感动，一步一句阿弥陀佛，一句一声弥陀圣号，愿全球人心能回归纯善，愿世界灾难能消弭于无形，阿弥陀佛。方便报恩前这么说，好比有人得罪于国王，他就投向其他国家来求得救济保护。其他国家的国王说，你尽管前来，不要害怕，但莫出我天，只要不超出我的国天，莫为我跳，也不怪我的教法也接了我国家的法律，必相求佛，必定互相来求其保护，众生一儿细数于魔，一切众生也是如此，悉数于魔王，有生死的罪过。现在我们能够归向佛法生三宝，来求得救济保护。假如我们用虔诚恭敬的心来皈依三宝，更没有不同的归向，也不违背佛的教法，那么魔王邪恶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能脱离魔王的掌控，能够离苦得乐，乃至将来成就无上的佛道。这个就讲到唯一的意义，接着皈依的对象就是三宝，三宝者佛法身，以能救拔众生出三界狱，了生死苦。那么佛宝是什么呢？就如同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一切诸佛都是佛
对我们的恩德非常的深重，所以有一首的忏佛偈就这么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何者，天上天下的众生没有像佛这么伟大的，十方世界的众生也不能跟佛来相比，世间所有一切的众生我完全看到了，没有像佛这么伟大的，这个就是赞佛的寄上，所以佛的恩德对我们众生非常的重大，值得我们来皈依，好好向佛向佛来学习。一切法宝是什么呢？就是为佛所说之法和菩萨等依据佛意所说之法所流传之大小圣经律论三藏，就是法宝是正直正确，我们能够依照法宝来修行，我们才真正能够离苦得乐，乃至将来成就无上菩提。一切诸佛在因地也都是以法为师的，我们作为佛的弟子亦复如是，我们也要依照正知正见的佛法来修行，我们将来才能够成佛。第二天法会持续进行，下午上果下清和尚应信众恳切要求，特别举行三皈五戒仪式，接引众生进入佛道，约有3000位男女信众菩萨在现场，其余6000位菩萨的见证下受戒，仪轨肃穆庄严。上果下清和尚在受证中特别开示三皈五戒的意义，令现场信众无不欢喜摄受。心生怨切念成疮，色根净念如一魔，那么毕竟当来归故乡，我们毕竟在将来一定能回到极乐世界的故乡去。所以极乐世界是我们真正的故乡，我们要回去，这里是暂住的旅馆。所以不贪婪这个世界，贪婪这个旅馆，我们住几天不久就要离去的，要回到故乡去的，但是我们要好好修才能够回到极乐的故乡去哦。
后修的话有谁流传在三界六道苦海当中继续轮转了啊。接着第二首寄送也是我念一切请诸位念一切一念独心生积压一生佛恶言不出口损人事莫作九九成痴难往生可待也是名胡佛法真实秘密诀好我们就解释一念独心生我们就再解释哈我们有一念贪嗔痴三毒的心升起来了怎么办积压一生佛我们要急切的赶快提取一切阿弥陀佛的圣号把它压不住了那么压久了啊，贪嗔痴的烦恼就乖乖的它就不动了啊！再久了贪嗔痴烦恼的种子也都断绝了所以念佛也是无烦恼断烦恼非常殊胜的法门哦我们能够一念独心生积压一生佛我们的意愿就得清净恶言不出口对恶劣的言语恼害众生的话何必恶口妄语两舌欺语都不从我们的嘴巴讲出来我们所说的话不但不恶口都是善良语不但不妄语都是诚实语不但不两舌都是讲和合语不但不欺语都是讲雅正的言语所以我们要发心不讲话便罢讲话就是想要自利利他的就是要利益众生的我们能够恶言不出口不好的言语不从我们的口嘴巴讲出来我们的口业就得清净损人事莫作损害人把人也可以推广整个众生损害众生的事我们都不造作那么我们的生业就得清净所以这是弃恶一念独心生积压一生佛恶言不出口损人事莫作就使令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了所以就等于持戒的功能得用九九成痴难往生可待也我们九九成为习惯就成痴难有一念不好哦贪嗔痴的心升起赶快用一切阿弥陀佛圣号压不住它不好的话不从我们嘴巴讲出来恼害众生的事我们决定不造错这样子九条习惯成自然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
所以我们念佛啊。念佛要简单，就是到了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能糊涂烦恼糊后，糊后就是代表我们能够待业，然后正念昏明，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将旧的后业慢慢地断除。因为极乐世界一旦往生，我们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没有不好的朋友，都是大善之士，良师益友，所以我们就逐渐将旧的烦恼、旧的有乐业都清除干净了，叫做往生可待业，四民福后法，真实秘密切，这个叫做糊涂烦恼之法，真实秘密的诀窍。最后就是结劝了，结束劝勉。所以我们有缘共去一堂，共同的祭祀献佛，共同的参加万人念佛，共同的来研究经华，这个因缘太殊胜了。那么希望诸位个别回去之后，要继续努力的修持，我们要好好的持戒，没有受戒的就发心受戒，已经学戒受戒了的要好学戒，好的持戒，然后一方面就好的生心发起恳切的愿，好好今天老实的念佛，这样子的话，我们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往生的品位决定不在中品以下，决定是将来能上品往生。那么在家里我们就端轮净幻，个别尽到自己的本分，而且痛念生舍，好好努力的老实修行，要发起广大菩提心啊，生心切愿，持戒念佛，我们将来个个成就。第三天早上，礼请上果下清和尚慈悲开示，鼓励大家往后继续好好精勤老实的念佛，我们将来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而且一定是能上品往生。在家里我们敦伦尽分，尽到自己的本分，痛念生死，老实修行，发广大菩提心，深信切愿，持戒念佛，我们将来个个都能成就无上菩提。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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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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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法会最后邀请这次最劳苦功高的执行长黄伯林居士来为大家讲几句话。阿弥陀佛。尊敬的上进下空师父上人，尊敬的上果下亲和尚尊敬的本悟法师，尊敬的各位业众法师，尊敬的在座的各位诸三长老、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也没有法喜充满了，也没有法缘殊胜了，念佛功德是不是不可思议？我们非常感恩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紫音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莲池海会菩萨、诸佛菩萨护念，这一次的万人护持席斋万人念佛圆满成功，法喜充满，谢谢诸佛菩萨的加持，谢谢护法龙天的一路护佑。我们首先感恩净空师父上人，大家热烈掌声感恩师父上人，感恩我们的主法和尚上果下亲和尚，感恩我们的指导和尚上本下悟法师，
还有两位业众菩萨，他们三天带领我们成就我们的念佛功德，功德无量。接下来我们感恩850位的义工菩萨，我们给他热烈掌声赞叹他们。感恩吴时尊所带领的一天要做10000个便当的菩萨团队，他们在台北的林济寺开中央生产线，一天只有睡2个小时，成就了将近30000个便当，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接下来感恩护法菩萨的护持，最后感恩莅临本会庄严道场的海内外各位菩萨大德。默学啊，我们对居士要说默学，对师父要说弟子。我们这个会筹备了1年，是净空师父上人慈氏以及不悟法师的支持，及其他法师的各位支持，才有成就这个功德。筹备了1年，历尽千辛万苦，我们也没有经验。连有看到我说我瘦了2000，我是真的瘦了2000，全部瘦下去了，但是能量非常的好。考验也非常的多，到昨天晚上还在考验，但是我没有倒下去。今天晚上，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我祈求阿弥陀佛地藏菩萨做主，希望法会圆满成功。阿弥陀佛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另外呢，我要特别感谢海内外莅临今天会场的，我们也为中国啊大陆的，我们中国立了8张大牌。第一张，中国堕胎婴灵，我们特别帮他开辟一个婴灵的牌位区，我们有菩萨在那边护念他们。第二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众生往生的众生。第三个呢，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阵亡的将士跟军民。第四个就是对日80年抗战这个死伤的军民同胞。第五个，金门炮战死亡的两岸的军民同胞。第六个，唐山大地震死亡众生。第七个，汶川大地震罹难的众生。结果我漏掉了一个，这个菩萨没有给他立，他给我们上海的老菩萨感应说漏掉我们了。我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的30-40万的众生，他们要求参加这次的念佛功德，我相信他们都得到这个念佛功德。那么以上这8张大牌都跟我们中国有关，跟两岸有关，我们期待这个法会能够为两岸的人民带来幸福美满，两岸的繁荣，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向上提升。最后说不尽的感恩，感恩诸佛菩萨，感恩上果下亲，感恩师父上人，感恩诸位业众法师，各位诸三长老，各位菩萨的莅临会长，让我们今天圆满成功。谢谢各位。